你知道吗？这次你的笔试和面试都是前三名，但为什么没选你吗？就是有人在市场部总监那儿使了绊。谁啊？还能是谁呀？梁冰啊。 我改一下您的那个进门方式啊，您九七，我要这几件能拼签名，我把6664往那排。行，那我再看看啊。你干嘛？你稍等啊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等一下打给您，姐。所以这种情况，咱们以后是不是？姐，怎么了？刘总。 我想给您汇报一下，这些受这段时间的工作。简爱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乱讲话。这些单证都是我简爱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，这也不算乱讲话吧？您听我说啊，是这样的，是他请教我，我才让他做的，而且不完全是他做的，有的是我带他做的，当然也有单独他自己做的。 你们可以去问问同事，他们都知道，这个茶水小妹她想当跟单员，是她来请教我拜我为师的。这么说，印尼这个单是你做的？是的。怪不得林氏集团的方总打电话来说，要感谢杨小姐身边这个同事，这个同事就是你。是我，所以。 放心吧，都是真的，不用看。来了你的面，老板，来碗鱼蛋面。哎，小妹是你啊？啊，我要加料啊，双份鱼蛋。好嘞，稍等啊。